大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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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天台四教仪记教观纲中何说？各位比丘，各位比丘尼，各位沙弥，各位沙弥尼，各位居士，大家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啊，请放掌啊。大家别忘了订阅哈，按起小铃铛，然后这个按欢喜，按分享哦，麻烦一下啊、哦。这个我们呢继续呢来跟大家谈到说，为什么这个上人位啊、哦，这个会是这么一刹那？上人位完成，那么到底上人位要留无常？苦还是无我还是空、哦、到底要留哪一个、哦、他苦下有四个观恨、哦、这个无我苦空无常、哦、就是四个，那到底你要留什么？刚刚、哦、有不少人留苦地，对吧？好，那么在阿毗达摩、阿毗达玛这个是对位法，也就是说对应世尊，对就是一种美学啦，就对应啊、或者是无比法，无所比，无所比拟，就是说没有能够跟我那个阿是无的意思，阿弥陀佛不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吗？那个阿、哦、所以说无比法、哦、也可以这样讲，那个无可比拟之法，我人间之法我最在这是最优、哦、没有可以比拟的。那么在阿毗达摩的里头有这个俱舍论，当然为主了，但也不止，那么都有提到这个一行二刹那呢到底是怎么修的。那怎么修我们知道，无非对所谓的一行或者一恨，就是观四地下特别是苦地这一恨啊，苦地下的四恨中的一恨。那么呢，我们的讲义当中，宝镜法师也是引古人的意见，他说，你要留哪一个，哪一恨啊，因人而异。这就问题来了，修到了中忍位的最后阶段的。第三十一周、三十周、二九、二八，啊，就含三十一了啊。第三十二周是上忍位跟四第一法修的哦。三十一周、三十周、十九周，二十九周、二八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、三一，这四，哦，应该是三而已啊。二九、二九、三十、三一了，这个。这个三周再加最后啊，这三周，如果你说你第四周你要最后这一周，就第三十二周你要留一个苦法，那前面第二八、第二九、第三十，你分别要减哪一行呢？为什么会这样讨论？因为你到了苦地，欲界的苦地，就是你最熟悉也最难以突破的。熟悉就难以突破啊！我跟他感情较好，我都无法度放散你，对吧？啊，什么跟他感情较好？我跟他感情好，我就不可能不容易放弃他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你欲界的苦感情最好嘛，最熟悉嘛，对不对？
啊，你看那个爸爸被女儿哦，这个恶意啊，被女儿要求东要求西，然后爸爸呢就是说，哎呦，我是欠你偌济啦，啊呢，甜蜜负担哦，那么负担还有甜蜜的呢哈、哦，他如果去，他如果做老，他如果做老板的话，他才不会这样讲呢，对，负担就很辛苦，嗯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这个苦的有味啊，哎，我女儿对我这个越塞奶啊，越无理，表示呢，我女儿越看重我啊，所以我很高兴，啊，是，就是越苦的你还觉得越好，所以啊，这个你到了欲界来啊。的苦地啊，下四恨，下四种官恨，到底你最要舍哪一恨？古德有没有什么说明？有呢，还真有。在著述书里头啊，意见分歧，但有说，意见分歧，但是有说。他说啊，看你是哪一类人哦，你就会留哪一个东西。所以我刚刚讲上一堂课讲就算命嘛。看你要留什么，你会留什么就看出来你是什么。这样，好，来了，大毗婆沙，这都属于阿毗达摩。大毗婆沙 Vivasya 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一部这个声闻的论点啊。那么他说啊。修行人分两类四种，每一类又再分二。啊，这四种根性的修行啊，其在正性离身。正性离身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要证罗汉，证出果，就是正性离身。准备证，其入正性离身，就是准备要证入出果了。离生就离灭嘛，就离生灭，就离那个什么呢？离啊、凡夫啊，这个分别见，就是见惑的这些错误见解。正性是什么意思啊？正性就是入那个啊不邪啊的见解。那邪的见解是什么？就是五邪见，身边界见邪，而、啊、入正就是反邪归正，叫入正啊。离身啊，离什么呢？离这些错误的生灭相啊。说入正性离身时，所依的三摩地、沙弥、三摩地哈、啊，其实是。沙弥的汉文翻译了，啊，也就是所谓的啊，这个禅定中做观察，啊，理论上说只讲禅定，沙弥是禅定啊，但这里呢，还带着禅定中的观察，是哪三摩地呢？这在声闻法当中讲三摩地，就是空。无怨无作，三解脱门，空解脱门，无怨解脱门，无作解脱门。你看无怨，你看看，顾名思义哦，真的是无怨哦。怨是什么？你知道吧？理想啦，理想，你听好不好？这第一种，第二种就是不叫理想，动机。阿罗汉如果阿罗汉如果还有对神生有动机，他就一定再来投胎，他不会不受后有，没有动机，没有动机。我从小我就听过了，你看我小时候的经验都在帮助我长大之后学佛的。我爷爷、我外公，老人嘛，老人都会碎碎念，你听到吗？
会碎碎念。啊，为什么碎碎念呢？他就因为他，晓得吗？坐落咬下去，倒落困袂去，出去无底去，啊，只好闲闲无代志，啊，目睭就看人啊，就看别人啊，对吧？啊，看啊，这安怎，这安怎，然后他就旁观者清啊，他就想要发表意见呢、啊。所以老人就会碎碎念，就会这样。然后偏偏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角度啊，然后就你念你的，我做我的啊。那老人就更加落寞，你懂吗？那更要碎碎念。所以老啊，真的是太残酷的事实。哦，那个我们的那个什么那个建院师啊，就是常常在那边碎碎念。哎、欸，都没人来退，我讲要退啥？这你这块你做好吧，上好，后摆人不要你做啊，你就想在正港老啊，你已经捡起来做了，你唔爱讲个没人替你做，后摆你就不爱让人做，我还讲讲讲你啊，也听听、嗯、也对，所以最近都不敢讲这话了。他每次都说那么人来退，那么人来退，没有人来替我，没有人来替我，他老是这样想，嗯。你好好做了，你要是被取代，你就没价值了，傻傻的，啊这样，碎碎念哦。这个我们讲啊，碎碎念就是对这人间还有看法，阿罗汉不会碎碎念，他无怨，那无怨就会无作，无作什么？每个可以讲巧心啊，歹机，你听好吗？哦、然后你看那个老阿嬷，看着孙子不乖，看着孙子脏脏的，老脾气，他就要过去给拧一下，啊，走路怎么样？哎呦啊，就然后现在养狗，被狗奴才，我不是说过吗？哎，吃的比人还好呢，夭寿哦，你不知哦，还拢吃罐头呢，哎，罐头比现在较贵呢。你知道吗？而且还怎么样？这样子吃，而且有的还喂他，还给他吃，吃一下来擦嘴，妈妈给你擦嘴。好厉害，擦嘴呢？啊，吃完了，来，妈妈帮你刷牙。哎呦，阿弥陀佛了。定心，你吃完饭有没有去刷牙？你比狗还脏，没刷牙。哎、欸，真的是这样搞的呀，啊，这就是有作，懂吗？你什么事情都放不下，就是有作。空无怨无作，怨是动机，作是实践。罗汉三解脱，阿弥陀小乘解脱。然后我就要讲到我那外公，我外公就也是一样会碎碎念嘛，然后他就自己煮哦。那他爱吃 A 菜，我看他煮 A 菜就算根的，你懂吗？他每一天定时定量算根，规矩，那菜算规矩的，你听好吗？这样营养没事啊，闲的没事啊，他的菜就可以用算几根的来煮，那冰箱是共用的，就算。后来我就知道了，那阿公我还省十五根我知道，十五根这样的。后来他说：“妹，我自己来，安暖，那是他的娱乐啊，不然没事干啊。”好，然后就切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在想，你在想什么？我说我都懂，我都在老人旁边学。啊，灌太医啊，灌太医啊，没坏代志啦，灌太医啊，灌太医啊。老人都会讲这句话，灌太医，有没有？会讲这个话了，大概就已经老到差不多没戏没底气，出去没底气，没戏没勇气的那种情形啊！你讲，灌台，灌台，啊切！我在想，哎，小时候嘛，那是灌台啊，那就是其实就是一种无怨状态，就是我不想讲了啦，我没事没事，我过我的日子。但其实这样人老得快。那怎么办？老人哦，应该是资产，不是负债。那、啊、怎么办？所以出家人自己要懂。
你也不要碎碎念，但你也不要自外于工之别人之外，你就找一个工作来做，你找一个修行来修，好，你找一个能够贡献的事情来做，那么扫扫地啦，哦，那么剪剪花草啦，哦，像外面那个草皮啦，好，哦，你就早上七八点太阳最好，那种太阳最补，你就衣服穿少一点，你就晒太阳，刚好让整个背晒，你就蹲下去弄，啊，刚好差不多40分钟，40分到45分，三刻钟，不用到四刻，四刻一小时，大概三刻钟，这样就够了。两课也可以，半小时两课。古人讲课是用单位，是拿来做单位用的，哦，大概就是两课钟，半个小时，那就晒，那就拔，啊。那时候早上起来，那个露水还在，所以地是软的，啊，软的你就好拔，啊，拔掉那个草，你就每拔一个草，你就觉得哦，我消一个业障，我铲除一个恶业，你就这样观想。那阿弥陀，阿弥陀啊，它软，它容易拔，啊，就怎么样？有成就感。啊，你要连根拔，啊，它软软的嘛，连根拔很有成就感。这跟倒过来说，有人喜欢种草花草，意思一样。你去拔杂草，就等于种花草，好过种花草。为什么？你先除啊，坚壁清野，先除恶，再修善。修善就是种花草，这样老人可以做这事，那这是很有价值啊！你维持这片草皮漂亮，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啊。我们在座的还不至于都是到这个年龄，但是你有空，你可以做这个事，它实际上是很有成就感。再来，你是脚踩的那个草跟土，哦，那对身体太好了。晚上睡不着的，你就光着脚丫去踩，他那个身上的那个负电流全部卸掉。我们现在就是因为都穿鞋子了，然后不碰大地，不碰那个大地，结果你就会身上累积太多负离子，太多负电子啊，不是负离子，负电子，这样精神涣散。副交感神经难以作用，阴阳不调，水火不容，然后呢，肾水不交心火，所以晚上就会什么燥热，躁动难睡。啊，难睡，你就脚去踩那个，然后你再除草除草除草，可以这样做，啊，所以。这是另外再别说的，所以我祖父，我外祖父就讲啊，灌台，那个就是无愿。那修声闻法的三摩地呢，就是空、无愿、无作。因为无愿，所以我就无所作。啊，是无所作，不是无所作为啊，他还是要作为的，修行要修要作为的，那个作是指的凡夫。习性的染执之作，染爱之作，那才叫做。啊，这不是，就没有。好，那么修三摩地，他说要修三摩地，修哪一种三摩地？因为空无作无愿嘛，啊，无愿无作嘛，就三种。还有呢，形象，来形象。就是所谓的什么十六观行啊，的修的相也会跟着你这个四种性的不同而不同，哦啊，这样就很不错了，啊，这样就很不错了。那我们来看看啊，是哪四种？他们有一大堆解释，就不必看了啊。二类四种性。来，见行者，什么是见呢？就见惑比较重的，叫见行者。再来，爱行者就是思惑比较重，见思二惑。什么叫见呢？理性上见解的错疑惑，叫做见惑。见惑较重的，
见行者。那么又什么叫为什么叫行者？就是啊，他要对见特别的修行，叫做行者。哦，见行者，思行不是思，就是爱行者，见爱见爱啊，爱行者就是思惑，所以就感情上，一个是理性上，见解错误，哪错误啊？五种错误，身边借见邪。来，记下来啊！身见、边见、借见、借进取见，还有邪见。邪见就波无因果。哦，那借取见跟借进取见，借进取、借进之取，那就是这个对于这个戒律的非因即因，戒禁你取着这个戒禁，戒禁你，然后你认为、欸、这我要这样做，比如说我要学做鸡，学做独角的鹤，我学做牛，然后我就要吃草，我说牛能升天、欸、他连这个也都信了，他就一辈子就这样好像学牛吃草一样、哦、他认为这样子戒禁，就是，哎，当他禁止变成人嘛，他就学做人，学做牛嘛，哦，或者学做一只鸡这样子的，哦，那他就能升天。那我就要戒禁，戒除禁止，我做其他事，我取着我只做牛啊、鸡啊、羊啊什么的，我说他们后来会升天。他不知道说鸡升天是他过去的业力让他升天的，他把取着错了，非因即因的借取呢？那借的果报，你取着，那就是非果即果，这都是理念上错误。所以我就是这样子啊，有人这个皈依啊出去之后，哇，他皮包不见了，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就说啊，你看你这皮包不见了，就是因为你去皈依，才皮包才会不见。你那只是时间上相近而已啊，这个结果你哪你皈依的结果怎么会是皮包不见了呢？非果即果，戒取对那个戒所生的那个果啊，它取着，哦，戒取见，身见。执着身体是我，边见执着呢？这个人死为人，恒常，或者像外科学家一样，人死永灭，复不存在，好，永远不存在。他做的事情呢，只能他自己啊，他做的什么好事什么的。或者坏的事，给后人呢警告，这样而已，啊，或者给后人呢提醒，该怎么做，啊，看起来好像有功德，啊，但是呢，他认为死了就其实是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，啊，那个留下来那个跟他无关，你懂吗？就是断见。啊，常见是什么？二十年后我又是好汉，一条好汉，不是，是一条狗，哦，本来两条腿的，后来再来二十年之后再不用二十年了，哦，十几天就那个了。我这不能录影，不能讲，我私下告诉你，我看那个善修，那是小后善修，哦，我看他那个脸，哦，我想起。我想起某个居士，哟，现在有录影，不能讲，私下等一下录影结束我再讲。他那个脸真的直觉，他就是认为我人还是人，狗还是狗，
我说过你那么爱狗啊，将来你真的会投胎做狗。哦，是这样，我不是咒诅你哦，不是这意思哦，就是那是业感相应，哦，赵子昂画马，就这样来的哦。好，宋朝，那么这样子呢，这就这里讲的践行者，懂吗？我们对见解执着比较深。那你说见解执着比较深，那爱行者是什么？爱行者是情感上执着比较深的爱嘛，懂吗？爱基本上女众这会比较多一点哦，的爱行者。那什么是爱行者呢？刚刚见行者是身边借见邪，爱行者也是一样，有五个力，五顿死，那其实更严重。修行来讲，那个爱行者比见行者还严重。男生见行者多，女生爱行者多，也是这样来的。但现在有些男生都女生化了，你也没办法啊。但事实是这样，那叫做什么？爱行者是什么呢？哎，贪嗔痴慢疑，就是这几样啊。哎，把它喝完好了。等一下送戒，嗯，这两大类啊，这两大类很符合声闻称，就是这两类无名。就是两类而已，这叫做知末无明。另外一个名称叫见思二惑，爱行者就是思惑多，见行者就是见惑多，懂吗？所以见思二惑就是声闻人要断见思惑。那刚才也就分两类人，那肯定的啊，这就声闻角度来看，一定是两类人。好了，这两类人当中，又分每一类又分两种。好，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只有二。理论上说，哎，见货有五个，思货也有五个，很对称。你看又对称了，你看又看到对称了。啊，见思二货各有五个内容。又对称起来了，有没有？佛法美学，呵呵，就这样。古代叫做数论师啊，好，那么这个应该是各有五啊，为什么他又分二类而已？因为这二类啊，性格上的分，不是以他的啊、他的烦恼性怎么样子来分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纯然是过去的业力性格。这种业力性格，这每一个见行者或爱行者之下分的那两类，这两类自然就能全包这五力死无根五顿死，本来就能全包。我们等一下试着解释看看啊。好，那么呢第一类哦，见货重的，看你刚刚选什么。当当当当当当，我们来看这个。形象，我们刚刚是用形象在选的，不是用三摩地，懂吗？三摩地只有空无相无作，所以你看空无愿无作。无愿无作，无相就是无作，作就会有相，对吧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说无愿无作，有时候是无愿无相，空无愿无相，或者空无愿无作，这样，啊，愿一定有，那就是三，你看这是三摩地。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了，三摩地修三摩地的人是用哪一种解脱的三昧？来修什么？来修形象。简单讲就这样。
那这里哈错了，这个表格这里错了，只能有一个，一个之下只能有一个，不会有两个，懂吗？不会说你苦下，当然也可以。我原文当中我记得是没有两个了，所以说这可能是衍生的，这单独一对一了，好，那我们来看啊。那个，我们刚刚讲，我们说我让大家来选入正性离身所依之形象，也就是所依的苦地下四行，懂吗？好，来，刚刚我问了啊，那个认为留无常的，刚刚选无常的谁？举手。来，丽丽家，我慢重。看名看出来啊！好，刚刚选那个苦，说要留苦的，举手。林家龙懈怠，看出来没有？哎，那个什么，定心果然很懈怠。好，来，刚刚选空的人举手。有啊，有选空啊，我见，我所见。我拥有的东西，好，你对拥有的东西比较重视，那你就要修空，所以你会选空，懂吗？好，再来选说留无我的人举手，等等，你的我见重，所以啊特别修无我，啊你说正念有准吗？有准哦，你自然会去选药来吃，你懂吗？你有这个病，你自己会找药来吃，就像狗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狗狗生病自己会找草吃哦，猫也会哦，你就把它放开，它就自己找草吃了，一样。你刚刚也在找草，上一堂课也是自己找草吃。你看那定心最熟了，他常常懈怠啊，他在房间里头在玩他自己的，他没看书，也没好好念佛啊，果然懈怠，所以他选什么？他选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苦，知道苦就怎么样？印光大师说的嘛，死字一字挂心头，道业自增嘛，对吧？死就是大苦啊，是不是这样啊？为什么要挂苦字啊？你再苦，你就会拼命修，你听我意思？你修啊你，听无？系啊，这样听懂吗？好，所以你会找药，你自己会找药，蛮不错的。好，点到头看，哎，好，那我对我所拥有的比较执着，哦，那没关系，那你就会修空了，哦，那比较我见重的，你就想要修无我，好，那再来那个什么呢？哎，我慢增长的，我慢跟我见不太一样，我慢的是歪领书，打行被干人赢，啊嘞，这种人他修无常最好。他就无常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输赢都很无常啊，你干嘛去跟人家争胜负？我会打头兵，有无？立委干完了，一定要干理事长；理事长干完了，一定要干会长；会长干完了，一定要干什么长？最后哪怕是什么土风舞会长，他也要干。已经老到在公园里庙会门口去跳土风舞了 ，one more two more， 他连那个也要干会长，你懂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以前就干什么乡代表啦，什么代表啦，他好像没有一个什么名物在他身上，他会觉得怪怪的，饭吃不饱那种感觉，你懂吗？就有人是这样，大头背金当啊，那大头病啊，是这样啊，我没骂谁哦，不要对号入座。我只跟你讲是这样，如果自己有这问题的，自己看着办。我不认识你哦，你不要说我骂谁。就大概是这样。你懂吗？很准哦。所以那好，我们来看啊，见惑怎么会只有我执跟我所呢？对啊，因为见解就是以自己见解的核心，就是身边界见解，就是身见。身见就是为首，因为有了身见才分下面的边见，就是磁场，
恒常为我，恒常是人，或者断见死了什么都没有，这都是执着我衍生出来的，你懂吗？啊，我会发生问题，无非就两个样。我们知道《白法明人论》当中的我所，就是心所，有没有？心所就是这个东西，就是你衍生出来的对于你这个各种拥有的事情，你会执着。有的人不执着自己，但执着自己拥有的。你比如说，我们常讲说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我所，为了我所，无钱，卡惨死，要来提钱、趁钱，死我嘛要趁，有无？哎，听不懂吗？有人啊，不赚钱宁可死啊，赚了钱去死，我愿意；不赚钱活，我不爽。这就是我所见，我所比较重。有没有这种人？有啦，哦，我主人有啊，对吧？啊，那就是我说，哎，奇怪，命比较重要啊。没有，那个事情没有给我得到，我活着没意思。你这样，我所重，你看到没有？人间就分这两类就够了，八个嘴啊。这两类人一分，什么性格都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我所重的，还有我重的。我重是怎样？就是吼、哦，那个自我感，那个自我爱啊，很重。他不一定傲慢哦，但他常常这样揽镜自怜啊，参见我家里睡耶，谁敢如归耶啊？我都爱上我自己了，这就我执重，你懂吗？他不一定傲慢，但是看待自己好重。下面黑牙龙来，他这种人哦，有一种很像，就是这样，强迫症就是我执重的，非得要这样。所以说，像有那个自闭的，怎么他们都有强迫性格，有没有？东西只要摆歪，他就受不了，他一定要摆正，是这样啊？有一点点脏，洗呀洗，那干净都不得了。只要摸一点什么东西，他马上要去洗手。你们这种人自己对号入座，我不认识你们了，我也没有在说谁，他就会这样。像我自己，我是不会这样，因为我上一次洗澡到现在已经忘记了，感觉好像是上个世纪洗的一样，这样，所以我基本没有这种性格了。有人性格真的是这样，还有他不能听到杂音，他会去把它关掉。太多样了，尤其在现在，像美国啊，一年有几百万个小孩是这种，很辛苦啊，很辛苦。所以开始有人在研究 AI， 只跟这种人结合，好可怕啊！他有办法呢，那生化人呢？因为这些人，因为他执着这个事情哦，他什么都不管，你懂吗？所以是请全生命的力量，会去发掘这个。就这样讲好了，这一类人的脑容量跟我们一样，但他的脑发展是这样。来，我们看哦，我们的脑子如果是这样这么大，啊，这都是脑的那个脑，一个人脑，人类只用这样子，从剖面来看。人类只用脑皮质1/10到1/10而已，用这里而已，这里都叫做潜意识，都不会用，所以我们的潜能很大，但是发展不出来，要靠禅定、靠修行发展。记忆、理解力、技术力就是这样来。你看，有一小孩子，你知道我这次来不是我高中同学吗？其中一个是什么？是 iPhone 的重要研究人员，研究硬体的。iPhone 不是有自己出 A 晶片吗 ？Intel 他有一阵子跟 Intel 买晶片，来配合 Intel， 后来不行，他现在又开始发展自己的晶片。他早期自己的晶片，就近期自己的，曾经有一段呢，在用的是Intel 的晶片，好，是这样。那我那位同学就是研究早期 iPhone 加自己的晶片，在
加拿大。那我就劝他说啊，回来了啦，他小孩子都在那边的，我的高中同学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准备退休，你知道他干嘛吗？他现在要练骑独轮车，就是那个有没有那个什么那小丑有没有鼻子红红的那个、啊，戴个那个尖尖帽子对一边，然后画了花花脸的这样，然后骑着独轮车，对不对？啊，手里要干嘛？要玩三颗球，对吧？哎，他60岁了，他还要去。要去考执照，啊，他那我问他要干嘛？他要去小学表演了、啊，给人家看呐、啊，啊这样的阿公，你懂吗？与其碎碎念，不如玩球，对，安尼出去都有底气，吼、哦，没死都有勇气，哈哈，是这样，他就敢喽、哦。但是他不只是玩这样，你想不到，他那个三颗不是球，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魔术方块。啊，魔术方块是不是要转成6个面都一样颜色？它是什么玩法呢？是转乱了，三颗都转乱了，然后再换的时候转一下，要转到三颗，每一颗都是6面完成呢。哎呦，你想不到，我说我一颗就转到头皮发麻了。它可以三颗在动的时候就要转出来啊，当然它还没练好了。他现在连球都还没练好了，是这样。阿伯现在连球都还没练，他那个什么，他那个独轮椅才刚骑上去而已、啊。你懂吗？是这样。可是他的目标是要玩那个的。我说哦，厉害厉害。我说果然是科技人，有理想，这就是叫做有愿。有做，你懂吗？人家是无怨无做，他完全有怨有做，做到老死。我说，啊，你有去做保险嘛？我要向来上去求安呢，摔一次骨头断一次，这样子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他真的这样很有意思哦、喔，这样就不服老了，就是这样。哎、欸，玩那个呢，很难想象哦、喔，真的很难想象这样。哎、欸，这样子要看那眼睛，而且三立都看得到呢。对，因为。半秒钟就下一粒来了、啊，所以他的记忆还有他怎么玩呢？比如这样，哇，把它弄乱哈、哦，弄得很乱，就魔术方块弄得很乱，对不对哈？啊，给你看20秒，时间到，在后面开始转，噔噔，好了，纯靠记忆呢，有没有？我们说下象棋、下盲棋，有没有？一个人对付5、6个，有没有？他就背对大家，5个人跟他下棋哦，5个人跟他下棋啊，每一个都讲，用嘴巴讲的，炮平，二啊，或者什么车进三啊，平几这样子哦，车进三，车就车嘛哈，车本来在原位对不对？那我用念的，我走的人用念的，车进三，那你就要记得哦。你那只车，你这一盘的车是往前走3步，你要记得哦。等一下，我要说炮平二，那你要知道啊，炮平，当然左平右平啊，有时候要大家原位就要讲左平右平了、啊。它有一般讲法是说平八，还是平八就第八条线了、啊。啊，平五就是晃到他在第几号嘛？啊，平五就是右边呢。哎，他这样念哦，然后他一次跟5个人下这个棋，都是用念出来的。他脑子里有5盘棋，用听的就知道，全赢，那才厉害。你看，人类的那个下意识、那个心力是这样，他是怎样来？你知道？我要讲那个阿斯伯格症啊。或者是强迫症啊，或者是自闭症啊，好这一类的，它是这样子的。人类的脑一般是这样。那我刚刚讲这些有特殊能力的，大概是这样。他多用了一小层，他比你还强，就这样，懂吗？但他也不是全部，他是这样。哦，重画一个哈。比如你的脑从侧面来剖开，你脑呢，大概就是一般人的脑大概用这个皮层1/10到1/5而已。但是呢，
我们国这一类很厉害的人，有特殊能力的人，他大概就是在某个地方，哎，多深入了一点，啊，就引你，引你够够了，假你够够啊，你听好不？啊，我们这一类人完全没办法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哎，自闭症的人更可怕，他是这样，他是这样。他是哈，这里完全不能用，但是这里，咻，这么深，你懂吗？他在这里被关掉了，他在这里都不能用，所以他可能生活不能自理哦，可能跟人家应对完全无法应对哦，好，但是呢？突然间，他在某处强到不行，强到超过刚刚那种人，正常人的某一些黄、很多蓝色的那个还超过，你懂吗？了不了解？这类人，你看定心，他在以前的小学那边，人家称他叫背王，背背书的背，他很会背。他楞严咒，我当时看他没站几天。我说：“欸、靠，搞晕了，你那不提？你怎么不拿课诵本？他背起来了。啊，我现在，你现在能不能背？能背啊。他就这样。你也没，我从来我们没有人叫他背啊，他就背起来了。他就这样听听听，啊，就背起来了，就这样。就是他有一个某一个地方，特别好。来了，问题来了，一般人类都没有这个能力，都没有深入到这里的能力，对吧？但他们有。”它没被开发，可是现在学用我们地球上已经开始有人找到方法开发了，然后可以连接 AI， 阿里西亚利 AI 本来就计算很厉害，对吧？人工智慧就很厉害，然后再加上他又这样打遍天下无敌手，那会怎样？谁会这样做？超强大国要训练超能力。生化人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套技术在我认识的人的儿子身上，全世界都在找他。啊，他妈妈呢？紧张了，来问我怎么办。我说：“是啊嘞，你说对啊。”他也跟他儿子讲，他说：“不能再发表了。”他儿子已经告诉他，他完成，几乎完成了。他儿子还是我皈依弟子哎，就这种人，全世界都在追，完全是电影情节，有这种事呢？他妈妈很有智慧啊，他妈妈说：“哦，你这个力量太强大了，不行啦，这样万一被恶用怎么办？”嗯。对，所以说是这样。那这其实在世界上大家都在拼，俄罗斯啦、美国啦、中国大陆、日本啦、欧洲啦，都在拼这种事。我昨天不是讲那个人工子宫吗？一样啊，一样啊，各式各样的颠倒、疯狂行为其实都在发生。所以要求生极乐人，求生极乐都赢过他们，你懂吗？对啊，什么脑袋都赢过他们了，完全开发嘛，到极乐世界就全开发，而且不用生化功能，也不用 AI 了，大数据，你一口气就能看无量无边劫，那不就大数据吗？所以我一下看你看正境，一看就看到什么无边的正境师的背后跟无边的未来，那就厉害了，所以没有比这个厉害的。但是他会善用，对修行来讲绝对不恶用，怕就怕被恶用。他没那么厉害，但他会恶用，因为他赢过全天下人。你知道吗？未来的战争没有那个拿着枪炮在这边杀啊杀啊，没这样的啦。你根本还走不到他那里就被干掉了，完全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无人机、无人舰、无人大炮。
然后干什么？无人机会重新组队，用 AI 组队，然后去破除你的无人机。你也有无人机啊，我也有啊。无人机不重要，你懂吗？无人机有头脑才重要。然后无人机有头脑还不重要，无人机有主脑这才重要。主脑就老大，狼群有狼王，懂吗？狼王怎么样？发讯号给小狼，然后怎么围捕？这才是厉害。这样叫做 AI 作战。啊，晶片都是台积电在生产，所以为什么台积电会挖到美国，就是这样来的，都是靠这个，是这样玩法的。以后作战是这样玩的，所以有，所以为什么说裁减兵员？中华民国敢裁减兵员，理论上就是说啊，起家鬼刚聊的哦超啊波超啊，靠好，你当过兵的都知道啊，没事，挖东边补西边。好啊，种三角梅，三角梅你知道吗？哈，那长刺的三角梅，没事就干这种事。好，或者什么，当你的帮你主官的孙子买尿布，没事干呐、啊，因为没作战呐、啊。除了在金门马祖这那个比较危险，灰师傅就是在那里啊，妈山。妈山游泳就可以游到对岸了，你懂吗？所以那个真的是每天枪要拿紧紧的。而且那个时代啊，没事儿就怎么样，对方会过来割耳朵，你也要没事过去割耳朵，报账，回来报账啊，嗯，是这样啊。现在玩这个没意思了，你割几个耳朵都不如一个 AI 机器人打法，很可怕呢。已经这样，俄乌战争也是这样在战了呢。他们都在冷气房里滑手机呢，滑 iPad 呢，啊，就把对方歼灭呢，是这样玩法的呢。只是说，因为俄罗斯地方太大，然后大家忍着，不要跨界太多，会搞成欧洲大战，一不小心弄成第三次世界大战，大家都节制。那俄罗斯不是真要打，俄罗斯是你脸挂不住，你懂吗？因为乌克兰想要去参加北约。那让俄罗斯脸挂不住，所以他非打不可。但打了又拍休刷，逃税了要拍休刷。现在谁喊输谁倒霉，啊，只好继续打。嗯，你不管怎么办？那欧洲民主阵营这边就一直煽风点火让他打。为什么？因为打到后来，俄罗斯民兵溃裁决，没钱了，他就不会作怪了，他就不用血刃。苏联从以前被美国玩垮，现在第二次又因为打俄乌战争，差不多要玩垮了。这样说，大伙儿就让他打、啊。你看现在没有人在报了，好像天下太平，对不对？他们正在干架，啊，一在花钱，一在烧钱呢、啊。这样了解吗？这世界就在玩这个事情呢、啊。哦啊，这个都不重要，重要就是我刚刚讲这个人脑的状态，对吧？好，那了解这样，我们就来反过来看。读佛经要这样纵观一切，看遍天下都可以印证佛法。这样研究起佛法来啊，很兴趣盎然，懂吗？要么就看历史，要么看现在，要么就看世间，要么就看自己啊，要么就看佛法修行，要么就看人间颠倒，通通有佛法，一切法皆是佛法。因为天台宗的人更是相信这样，啊，也理解这样。来，我们来看哈，请问哈，染爱众的人，他到底要表现成什么样？表现成怎么样？一种精进一点的，他就要表现我执。为什么？我慢？为什么？一切我能得的，我要精进去得啊。我因为我慢，请问哦，你书也读书人家，你老婆也娶不到，你儿子你娶到了你生不出小孩，然后你什么工作你也做不来啊，有了工作又被老板给 fire， 你慢心慢得起来吗？你能够觉得你很强吗？我慢就是我很强嘛，你能吗？
你想要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就会变成怎么样？性格扭曲，这也是一种慢哦。这慢不起来，那就怎么样？抓狂，搞人家，伤害全世界，这还是我慢的一种。只是慢不起来，用另外一种疯狂破坏，是不是同一类？世界上就这是一类人啊，所以他是一定是他要去破坏，要不要精进去干？要。他要真正我慢，他要不要精进的去做生意赚钱？要不要去增长他的名利？要不要？不然他慢不起来嘛，对不对嘛？所以这一类人叫做什么呢？这一类人叫做社会胜利组。另外一类人呢，就是什么呀？啊，没剩啊，我剩没牙人啊，妈呀啦，领失业救济金就好了啦。生平无大志，但求六十分。我们说这叫社会什么？卤蛇组 ，loser， 卤蛇组。这地球上不就分两类人吗？有没有啦？所以为什么这样分类？染爱众的分两类，一个是往前冲，看起来理想充沛，一种人就是我执众，不，我慢众，所以我慢真上，我慢真者。另外一人知道再怎么玩输人家，他就做卤蛇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是不是分两类？啊，这叫做情绪性的。啊，前一类是什么呢？是思想性的，我执。啊，我执就分对我的执跟我所拥有的执，这样就完了，分完了。因为这两个是相似的嘛。好，有了 A 跟 B， 就把全人类全分完了，属于这一类人全分完了。那这个 loser 跟胜利组也一样啊，地球上就是一条线切开来，对不对？一些是卤蛇族的，一些是所谓的哦社会胜利组，好激进哦！我跟你讲，越有钱的人哦，他地上掉一块他都去捡的，他是有的很抠门的。是这样啊，当然也不尽然全部了。那我的意思也就是说，他们是很精进在累积财富的。有个居士跟我讲，他的财富大概是几亿了啦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：“师傅，你不知道，我们都不敢看那个投资新闻，就是比如说《工商时报》这一类的。”他说：“为什么？以我们这种人眼光来看，处处都是赚钱的机会。有钱人想法就是跟你不一样，一无极嘛。”他有钓饵，你懂吗？他有钓竿在手啊。以前赚钱才厉害啦，不是呢，拿人去赚钱呢，两卡六四卡六无啦，四卡六两卡才六五啦。台语这样讲，听懂吗？脚啊，钱是不是四个脚？四脚要追两脚，两只脚的，四脚追两脚才会追得快啊，两脚追四脚追不来啦，你老是追钱跑，还叹你的唔加钱啊。我常常笑那个杨教授，杨教授每次穿一个念珠，弄两颗宝石，然后卖个2000块。我说你这是叹气啊，你叹不起啊，那他只是爱玩而已啊。所以像这种就是赚小本生意，你懂吗？还得起两脚追四脚，人家真正有钱人看的不是这样，拿钱赚钱才快，他整天玩。他就是拿钱投资，拿钱怎么样？有个居士啊，他是福报，他说他以前大学毕业，大家都读科技的，那有同学就去投资做生意，做工厂，那他呢就做一些，他也做，那也小赚，算是小赚，可是同学正在创业，没办法小赚，都在小亏，所以他来找这位同学说，哎。啊，这位同学人就很好啊，就也很随便，哎，帮我投资一下啦，我现在做这家生意啊，你也支持一下嘛，老同学啊，支持什么意思？支持就是有股份入股嘛，啊，那种都公司很小，你懂吗？他入股的话不多嘛，200-300万这样啊，他告诉我，他说啊，师傅那个时候都嘛是投资同学都不想拿回来了啦，但人家同学很在乎啊，哎，把你这算一下。我如果总资本额1000万，你那200万就1/5了呢，
我就做着做着做着，我变成五亿，那你就变成你有一亿了呢。阿泰都不知道，20年过后了，同学都要跑回来找他。哎，老同学啊，之前的那个股份哦，现在你有多少股了？那个同学还跟他讲，啊，你有多少股哦？他现在早就已经退休了，你知道吧？钱还一直进来，还一直进来。他有量都有福啊，有量就有福啊。听懂吗？听懂啊？是这样啊？啊，这当然也是过去修来的啦。这样，啊，所以说人间其实失货重的，就情感重的，无非就是生我慢，满足情感；另外一类就是磊落、懈怠、不想干，无非就这样，就分这两类，懂吗？好，哦，啊，思想上的颠倒的，那就会产生什么？对我执，因为思想错了嘛，就一直执着我，或者执着我所拥有，将来满足，哦，这一类。哦，那所以说有见行者跟爱行者，就是思货重的跟见货重的。那他个别就要修什么？个别要修空无相无作，这是不在我们这次讲解之内。我们这次讲解之内的重点在这里，重点在苦地下，刚好也分四个，各自对号入座，看到没有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你看我慢重啊，当然我慢嘛，我慢是名利嘛，啊，名利是无常相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修无常来对治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，来再来懈怠啊，就要修苦来对治啊，这个错了啊，修苦来对治啊，对吧？你又懈怠，你就知道苦啊，苦来了，你一看到苦，你就不敢懈怠了嘛，后边好好你了。我看你还睡过，你跟他睡到你又叫加意，你怎样？不爱照你也爱照，不努力也不行，老虎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懈怠用苦来对治，然后再来，我见重，我执重嘛，那就用非我嘛，有没有道理？无我嘛，再来呢，我所就用空嘛，我拥有的东西我很喜欢，这台是马塞拉蒂，马塞拉蒂知道吗？马塞拉蒂，嘿对，往卖弄掉、刮掉的马塞拉蒂呀，那种车怎么样？贵生生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然后你就要用空来看嘛，嘿嘛是练啊，甲车壳尔，啊来这个挂起韩德鲁，啊对我说马塞拉蒂呀。对吧？你后面那个专门你生车的，就是把塞纳蒂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是不是要用无常来看啊？空来看，对不对？你拥有都是空啊，所以你看到没有？苦下四行对治人间四类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苦地下要有四个内容，因为人有四种病。解释出来了，那问题又来了。那如果这样子的话，那往前看，那急也有四种，灭也有四种，道也有四种，会不会跟他一样呢？人有四类病人，人类有四类病人，是不是他们的断法也要相对应呢？哎，听我话意思吧，听懂吗？你看这里就看成四种对应了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话往前看，苦集到灭是不是也要四种对应啊？来了，精彩的来了，但是时间到了。何大卖照明仔继续。啊，向下文长复以来日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智归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，智归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智归身，
当愿众生，当愿众生同理大众，同理大众一切无碍，一切无碍，愿以此功德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